骗我吧？啊，王小明请我吃饭，那我都没有外交身份证啊。牛宝啊，我就要吃牛肉。老师说今天必须要要到小明哥的签名照，不然就把我头发给剃了。没问题，为了你的秀发。发财了，发财了。这烤鸭到底好不好吃呢？作为一个美食达人加吃货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吃的精髓所在，那就是食材啊。你看这些肉的色泽，这个肥瘦相间的漂亮的花纹，这往烤架上一放，滋滋啦啦的声音，听着都好吃。真希望能赶紧在北京也开一家。小明哥，你什么时候在北京开个店，带着我全班同学都来品尝一下。你猜我们还遇见了谁？你是我之言，可以实现。哎呀，你要不那么多小红心，凤凰点的。一百万够不够？我加点。没有。双江南，火力全开，天天满座。哇，这好小哥啊！要是我直接跟我妈说，她肯定会问：那紫薇会了吗？会写完了吗？哎，对了，爸爸，对不起了。妈，给我做遍这个。会写完了吗？哎呀，你要是做得好，这张藏宝图就送给你。真的？是啊。我要是做五杯，是不是就能得到五张藏宝图了？孩子肯定不能喝咖啡呀、啊，所以用奶茶来代替啦。冰箱里总有吃不完的水果，随便切点就够用了。重点是色彩要丰富。水果差不多了，再打个奶油做鞋底。用爆丝器爆冰，爆了个寂寞，那就试试料理机。哇，机器差点干废，还是用手切靠谱。一大盆碎冰搞定，材料就齐了。接下来别眨眼，冰会很快，一眨眼可就学不会了。经过一番简单的折腾，一组初春系列的饮品就搞定了。配料我打在字幕上了。儿子，来验一下货。哇。他报警了！啊，在这儿！臭小子，不讲武德是吗？钥匙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过老肉还有冰镇呢？冰镇的怎么吃？这小子也不知道在哪儿看到的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投胎配方。走我！妈呀，这颜值也太神仙了吧！这是怎么搞成草莓红的？应该不是日常的那种番茄酱，这我得问问。哎，小姐姐，哦，红菜头汁、番茄酱，哦，配方搞定。我买了这种泰国的小菠萝，甜度会更高。它那个咕老肉不光有菠萝，还有草莓、蓝莓。还特意问了，用的是猪蹄肉，外脆里嫩，肯定是先腌过。一颗蛋清和红薯淀粉是重点，抓不到没有干粉，放冰箱冷藏。最有难度的应该是颜色啦，这个显然不行。我跑了三个菜市场才买到了红菜头，哇，这上色的实力肯定没错了。咱只需要取它的汁儿，哇，好正的红色。肉眼腌好了，开炸，中火炸个两三分钟就熟。捞出升高油温，再后炸一次，后炸大概一两分钟就可，才能得到脆脆的外壳。这道普通的菜确实做得蛮新奇，两汁儿也熬粘稠了。赶紧把肉倒进去，扒拉均匀。哎呀，惊喜的草莓红出来了，赶紧出锅，不然可就不脆了。最后一步就是装盘了。薄荷叶自然是不能少的，看着颜值的还原度够可以了吧？我先尝一个看看，嗯，外脆里嫩，完美复刻。儿子，你看这是你要的冰镇咕老肉吗？冰镇的果然好吃。嗯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我们中午刚吃过。哎，对，你们这样给我吃剩下的，我喝怎么那么凉呢？别想上，你爸的银行卡还在不在？等等等，桌子底下，你的压岁钱呢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先挂了啊，拜拜。啊？耶，老铁饼啊！赢一半啊！啊，你去买。啊。哦哦，要怎么去啊？门口超市新出的水蜜桃冰激凌，拿来。水蜜桃那有做的好吃吗？又做。那小卖部买的冰棍能给你用蒸桃子吗？你的压岁钱也不能浪费啊。现在正是吃桃子的季节，看我给他做个真桃子冰激凌。这果肉研一圈挖，最后孤立桃核就能轻松抠出来了。桃子壳盖膜备用，桃子果肉给它打成泥。这有点白啊，加点火龙果调个色，粉色看着才像是桃子。如果直接混合奶油做冰激凌，一定会有冰碴，所以给它炒成水蜜桃酱，趁放凉的时间来打个奶油。是谁要我做不带蛋黄的冰激凌来着？今天这就是了，奶油里混合浓酸奶，桃子果泥版，这个配比出来的味道
刚刚好。现在可以把桃子冰激凌糊灌到桃子壳里了，刮平表面拿去冷冻。除了冰激凌，我再给它做杯饮品。剩下几个桃子啊，皮肉分离，最近被用桃皮加白凉粉做成桃子冻的视频洗脑了，所以我闭着眼睛也会做了。剩下的桃子果肉直接吃肯定是吃不完，给它做成桃子干就可以当个日常小零食慢慢吃了。煮完的桃子丢烤箱慢慢烘吧，冷藏好的桃冻加满牛奶，和弄和弄就是清新的桃桃重奶啦。压轴的桃子冰激凌终于上场了，这高颜值的真桃子冰激凌好吃不说，都不用站碗了。哦对，还有七八个小时之后的桃子干也好了，嗯，好吃。一会儿妈妈问的话你就说我的主意啊，妈妈不会连累你的。嗯，看到没有，这才是真神秘桃冰激凌。哇，冻桃子。哎，对了，说吧，你俩谁的主意。哎，妈妈，这件事情你不能全怪爸爸，我也有一定责任。住他！住那小子！住他！你！告诉我你！哎，回来了！气死我了！体育课又被炸了！哎，待会儿吃饭了，你没看到我脸上有字吗？待会儿送个土豆让你开心一下。我肯定不会承认，一看到这拉丝就得流口水。昨晚吃饭了？不是，哎呀，你来看看有啥好吃的。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？啊，有不开心的事吗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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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体力不行啊，林妹妹。妈妈，我真的不行了，真的需要能量。到货了，来得真及时。儿子现在肯定是需要瞬间补充体力。显然光巧克力是不能满足的，我得给他来个超级能量棒。这个第一层是个花生酱牛轧糖，做法我已经很熟悉了，棉花糖融化加奶粉搅拌均。铺到模具里定个形，然后拿冰箱冷藏。第二层是个坚果层，首先得用牛奶焦糖熬个糖浆，煮到冒泡，把坚果倒进去，搅拌均匀，再铺到第一层上，再整理压平，再放冰箱冷藏。最外面还得包一层巧克力皮，天热巧克力牛奶有点化了，所以我又加了一把黑巧，把它隔水融化就好了。把已经定型的坚果糖切块，冷藏后比较好切，常温下吃的话就会有拉丝感了。现在给坚果糖裹上一层巧克力外衣，再拿去冷藏定型，没几分钟就凝固了。看着小身段，猜到是什么了吗？里面坚果，外面巧克力，这么高能，一定能让它瞬间激活能量了吧？哎呀，赶紧包起来，我得赶紧过去了。来，儿子，赶紧补充你的体力。嗯，瞬间有能量了，看我怎么练你！呀，啊！妈，你那能量棒哪儿买的？他也要。哎，你妈的什么做不出来？还好我和你爸提前买好了材料，分开购买能多捋一捋羊毛，我可真会过日子。这么多食材做的能量棒，那必须是最厉害的，而且比买的划算多了，省钱毫无有惊喜。是不是还有一点？再来一个。好，我把它打个四脚朝天。